个时候我离开的前一天啊，我爸爸给我五种的台湾的首都，他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，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研究了。后来我带到美国去，有做了一点好像很有意思的，所以做了这个首都方面。因为当时是越南长海军的人告诉我，他们想要登陆一个地方，小船的那个旁边啊有很多海手啊，所以取消了登陆。所以海军啊很高兴我研究这个海兽子的成分。植物方面我知识比较多，以后就帮忙美国人种了很多很多年了。后来日本有了沙林事件，他没有办法解决，跟我接触，我就说看土地，不要看空气，看土地，都叫我的办法去，他们就找到了沙林变成这个在土壤里面变成安定的保护，所以就知道我们怎么叫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做这样子。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是煮的，就是看量多少你用。Root of entry， 怎么样进去我们身体 也有关系，所以度，定性很宽啊。